大家好，哇喜福原爱，很高兴今天见到你们，请多多关照，谢谢。那有吃过你煮的东西吗？有。但结果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到日本几乎每餐都是他为我煮，对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他为了我在月球上面买了一块地，让我很感动，因为不管什么时候都想要跟我在一起的感觉。同时我也买了一个，所以我们俩都是邻居。我成为他的唯一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认为做老婆就是要照顾家里边，然后支持他，支持老公。理想中的老婆是这样，因为我妈妈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也像妈妈这样，然后也像小杰的妈妈一样，想顾家里，然后支持他，鼓励他。然后我可能是很多地方，因为我第一次当老婆，在很多地方可能做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会慢慢学习的。